家人，这是一个充满颠沛流离、饱经风霜的苦难代名词，这也是一个勇于开创、吃苦耐劳的民族。哈人家来自黄河边的水丘如年。客家民戏是历史移民的产物，迁徙、侨居、再迁徙、再侨居，所谓处处为客，处处家。客家，客家这个名称由此而来。鸦片战争后，国门洞开，客家人开始移居东南亚。一条裤带过方邦，两手空空敢飞天。不怕吃尽苦中苦，自有无穷甜上甜。这就是海外客家人开机创业的真实写照。就这样，张李、邱兆进和马福春来到了槟榔峪，并在海珠鱼登陆，比英国人莱特的登陆还早，是槟城真正的开山地主。三人先逝后，槟城的客属人建庙纪念他们，也就是现在的海珠鱼大伯公庙。槟城五大客籍府县人士共同营运大伯公的香火，轮值炉主，并且纷纷以神缘和地缘关系双重结社，各自建立以祭祀和信仰奉祀大伯公为中心的乡亲互助组织。大埔人的大安社，嘉应人的嘉德社，永定人的永安社，惠州人的惠德社和增隆人的增隆社由此而来。之后，各属会的领袖们认为神缘结社的同乡组织部和时代之脚步有脱节之欲，于是另谋设立更广泛的结盟。1939年，新岛报业创办人胡文虎成立了南洋客属总会之后，滨州的客人也应南洋客属总会的号召，在五属的基础上另外组织槟城人的客属工会。当时称为客属总会槟榔峪分会，由戴淑媛出任第一任会长。之后董事会购得车水路的地皮一段，筹建会所。无奈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筹建的工作因而终止。1948年，胡文虎先生厉兵访问，并当场慷慨捐出了10,000元做建筑基金。此举抛砖引玉，在短短的数月间就筹得了57,000多元。1950年10月22日，客属工会新会所落成开幕，恭请胡文虎先生剪彩。1963年10月20日，本会进行扩建会所开幕典礼以及庆祝迎喜纪念，恭请槟州首席部长丹斯瑞王宝尼同乡剪彩，宴开百席，盛况空前。
本会在成立初期把大部分的精力集中在照顾同乡福利与教育事业为目标，由客家先贤戴欣然、谢春生、梁碧如发动筹办的从华学堂专为客属子弟而设，之后易名为时中学校。阿公阿阿公墙壁拍拍错，唐伯伯从一栋唐伯伯心一栋。客家地区广泛流传这样的童谣：月光光，秀才郎，骑白马过莲塘，放条犁马八尺长，犁马肚里做学堂，做个学堂四四方，都张凳子写文章，充分显示出客家人对教育的注重。我们时中学校创办以来呢，客属工会呢，就是除了出钱，而且出力去筹款啊，那帮助我们时中学校啦。好像刘三姐的那个演唱啦，那么也是为了筹学校的基金的啦。本人是觉得非常感谢啦。刘三姐艺术团是由槟城客属工会、时中学校以及大伯公庙共同筹办的。所得扣除一切开支外，悉数充作时中学校发展经费。1989年，客属工会遭遇劫难，一夕之间，雄伟会所化为灰烬，客属人再次流浪四方。突然间接到电话说，哎，我们的工会被火烧了。那时候我很紧张啊，就一下子就冲下来，到会馆去。一到会馆去，前面什么都很多人了，救伤、救火车啊什么啊，都在那边了。我才要冲进去看看我们会所，给那个救火人挡住了。我上了一半级，就给消防队赶我下来了。不能上去了。我说我上面有很多东西的，我要搬出来。他说不能，现在就烧得很厉害的，就不能上去了。当时客属工会借作时钟当临时办公室，在2000年的时候才落实重建计划。利用我们自己的一些基金，然后在火灾所得到的赔偿金，建立起一个两层楼也好，至少我们客家人一个家啦。客家工会应该是由客家人来建造起来会比较恰当啊。加大一点胆子啊，再建多一层楼，五层楼当做自己的活动中心。客家人应该迈向新的时代了，所以用全新的设计啊。最后我们客家人的地标呢，又重新树立在槟城了。客属工会在现任会长拿督谢师坚的带领下完成重建工作，并决定在庆祝客属工会成立65周年及全国客联代表大会举行之际举行开幕庆典。这是我们客家人重新拾回我们的尊严和我们的荣耀，因为我们在1989年被火烧了以后，我们客家人就成了一个无家可归的族群。在这种情况底下，我们大家客家人认为我们应该自己把会所重建起来。我们从两层的大厦就一直发展到5层楼，所以客家人今天来说，我们是站得越高，看得越远。威尔会所再次屹立宾州，客家人的精神将生生不息。海的客家人啊，客家人是古奈楼的咯。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那么有华人的地方一定会有客家人。万物是生生不息，
所以我们作为客家人也需要自强不息。我们客家人会奋斗到底。